嘛紧。小姐，啊，你食咩顿？我要去林边。嗯，你那边人嘛？我算是吧，我七岁之前住林边，后来我就跟我爸妈去台北了。我阿公是那边人呢。哦。啊，阮土囝伫台北读册吼，常叫我去找伊啦。我顶部分的工作足好无用的啦，对伊无法度啦。我互你看阮土囝。这伊啦，这阮土囝。跟你眼睛蛮像的阿姨。是啊、哦，嗯。啊，你那边从啥？我要去找我朋友，给你看。这边。好像之前林边认识的吧。就是我常会梦到他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认识的人，还是只是梦里的人。小客人，啊，你要倒来倒去？我现在住起头民宿，不过两天后就走了。啊，有闲来恁门找我，啊，我请食点无？真的吗？谢谢阿姨。有，往前面几分钟就到了。好，谢谢。你在干嘛啊？你要干嘛？啊？你要干嘛？啊？到
走！欺负处理，这个少年哦，定来偷翻点母啊！小姐，你干么代志？伊这个少年哦，定来偷翻点母啊，破翻那点母门啦。啊，你慢慢安尼，其实足可怜的啦。啊，水灾了后吼，厝也无吼，啊，厝内人也死吼，伊开始气笑的。意思伊是要引人注意尔啦。来，请你吃点母。好。哎，这莲雾好甜哦，好好吃哦。那你得加吃过，我那边的咸水莲雾哦，真好吃，包围拢吃袂得的。真的。那边哦，常常咧咸水倒灌，所以哦，莲雾特别甜。啊，阮的莲雾哦，本来是一片小湖，把它吞吐起来，啊，所以整个莲雾咸水味，真好吃。哦，很好吃哎。我等一下还有一些事，我先走了。嗯，哦，好，无你先走，啊，这物件我再收。阿丽，你找到小可未？还没啦。哦，有心就找得到啦，我常常小可也在找你哦。是这个地方的守护着这个湖和那爱的人。后来这个湖消失了，女孩离开了，失落的她决定上岸寻找，可是女孩再也看不到长出脚的她。她逃到世界的尽头，泪水化成七彩的雨洒下，女孩看到了彩雨，快乐地跳起舞来，她笑了，便永远以彩雨守护着这个地方。Thank you.